来，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等下要下课啊，所以拢心情真好，然后笑嗨嗨安尼吼。啊，今日要参加军校考试，举手。哦，好，好，请手放下来。希望大家拢会当通过来嘿。今日我先甲恁宣布吼，今日是咱的四拜军校考试啊，头一拜要 open book， 好，你会当找你的册入去来这看。安尼有区别无？但是我甲你讲哦，等。你免拍手啦，你呐吼提册入去来这看吼，还是要甲你嗨啦。因为吼，你讲这个问题，你看吼，啊你看看讲，时间到啊，写写三分之一，你也写袂赴啦。我先甲你讲，你先册入，你册入会使哩，唔通看。选择题先写，会晓先写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思维题嘛，赶快先写。有存时间，再去 open book， 再去打开书去查。啊，那无哦，你温习也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跟你骗哦。好、哦，我跟你讲，所以呢，稍等下，咱呢3:20左右下课以后哈、哦，啊，咱就伫这个原地，但你要听迄个啊做那个指导班长的安排哈、哦，啊那位置啊那坐，其实我是跟因讲吼，啊那坐拢无要紧啦，考试卷有17张啦，啊17张你变哪作弊啦，哈？我唔相信你，我都作弊啦！啊，这是啊，拢是经验来，哈、哦，17张吼 ，A4 的17张的纸吼、哦，啊，你可以讲你要假做你要作弊啦，啊，你写第3张，啊，隔壁唔知写第几张呢？乌白抄抄唔对。来，咱今日这个电招吼、哦，我上届重要要甲咱各位报告就是讲，咱台湾民政府呢，很准时来讲啊。伫全世界，我讲全世界哦，其实有真侪国家拢知影咱，也知影讲台湾有一个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个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呢，伫美国有登记，美国有承认，但是呢，只有在纸上作业，嘴拢不爱甲你讲。敢若吴钊燮同款，吴钊燮呢，以前民进党的时阵，伫美国伫做大使，伊下任以后，有人去甲访问。啊！伫即个也做迄个访问的时阵，伊有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美国国务院甲伊讲，恁台湾哦，什么政党我拢无联络，国务院讲伊拢无联络，但是刚好一个很小的单位有跟我们联络，啊，这个小单位啊还很小，啊，这个、小单位是啥物啊？台湾民政府没有错，是安怎要跟咱联络？因为咱是唯一在法理上，在法理上。按照战争法所成立的民事，民是民间的民，事情事情的事，民事政府，就是 civil government。这个民事政府呢，就是要处理从占领地区的所谓民间人权啊各方面的代志。当然，这个时阵美国的军事政府爱咱的配合，所以中华民国伊主张伫台湾以后啊，他们讲伊是徛伫咱的头壳顶。但是中华民国徛伫头壳顶，即、這个68年、69年以来啊，伊拢用三个政策伫甲咱台湾人麻醉。第一个办法是啥？伊来台湾的时阵，伊甲你从台湾当作日本人，其实咱台湾实际上是日本人啊。伊即摆当作你台湾是日本人，像你讲当作台湾日本人，因为伊知影台湾人是日本人，但是呢，伊超工无爱承认。迄个时阵，英国也好。迄个时阵，所有的国外办，包括印度，包括 Australia， 包括美国，每一摆伫因个国务院，每一摆伫个国防部，一再声称，台湾没有交给你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讲咧足一摆，但是咱老百姓伫民间，咱知影这个消息无？咱拢唔知，我们一概都不知道，所以去。因为伊将台湾人当作日本人了后呢，咱这个台湾人，那你个反抗的时阵，伊就用政策给你屠杀，给你抬。安怎抬？很简单，二二八就是安尼发生的。二二八的时阵，
你甲想看卖，迄当初咧二二八会发生是安那？因为迄当阵台湾所有米，拢去哦国民党改车去中国去支援他的内战。所谓糖，因为迄当阵日本时代啊，战争甲上尾啊时阵啊，足侪粮食、足侪糖，拢运未出去。啊，若运未出去，伊拢留伫台湾。啊，伫台湾呢，伊来见面的时阵啊，哇，看到足欢喜的，这些物件拢甲收收的。甲卖去予中国，甚至做伊个使者。但是咱台湾人诶，伫迄个时阵毋知影，咱台湾人哦足高义，因为咱感觉讲我们打败仗，但是落尾啊，伊甲你宣传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我们打胜仗，台湾人嘛要做打胜仗，啥物要打败仗？所以伫迄个时阵啊，台湾人诶人心啊开始变。虽然有一部分人，因为国民党伫台湾啊。做家实在是足歹，所以才有开始有迄个台湾独立的思想。台湾独立的思想发生以后啊，咱这台湾人呢，家己一心一意想讲来建立咱家己国家。迄当时想讲要从中华民国赶出去，迄人唔知啥物叫占领，伊是用中华民国甲赶出去，安尼台湾人就因为台湾人就会当来独立，因为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第二条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，其实不是放弃台湾，伊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（right of sovereignty）。啊，但是呢，国民党嘅政府，伊甲你翻译，尤其一寡国际法嘅朴素，讲日本放弃主权，啊，日本放弃主权，等于是台湾人家己扣掉，所以家己嘅，都要宣布讲要来独立。其实咱即摆已经足清楚啊。过去阮主张拢唔对，但是美国有甲你讲无？美国无爱甲你讲，美国一直甲你讲啥？台湾不可以独立。但咱当个台湾人听无？奇怪咧，民主自由的国家竟然去甲咱管啊遮尔济，啊你美国家己都会使，啊咱就袂使。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，咱今日谈到战争法，咱恍然大悟，台湾这块土地原来是日本天皇的，日本天皇伊若无答应讲要予你台湾独立。要让你台湾自己走出去，不可能。但是在万国公法里面足清楚，虽然日本天皇他因为战争失败，日本政府去让他放弃说对台湾的管辖权，但是没说这个管辖权要交给什么人。后来他交给什么人？交给中华民国，也不是交给中华民国，他中华民国是只有代替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而已。你看看最近因为咱告美国以后，2004、2006年的10月27日告美国到今日，这个现象已经才去走出来。有真济国外的网络拢讲啊真清楚，因为林志森控告美国这个案子，让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华民国这个制度采取一些措施。采取什么措施？真简单，伊讲人甲你告。你伫迄个所在无人权，你即个中华民国护照，其实即个中华民国护照并毋是要予你台湾人，是要予啥物人？予遐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但是咱戆戆啊，去甲摕啊！咱的身份证，咱的国籍是为对来，是伊伫1946年1月12日，1月12日用捷参字第01297号文讲为。1945年10月25日，迄一天开始，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。其实这是违反战争法，违反国际法。因为一个人的国籍有三个条件：爱主权、治权、甲合法。因为伊迄个1946年1月12日的宣布不合法，所以美国甲英国连续三摆的抗议，予伊白皮书，到今日。同款，人无甲你承认讲，你台湾人是变作中华民国。但迄个时阵，蒋介石伊派伫日本东京的迄个驻守伫东京的占领军内底的代表，伊讲，你奈需要奈将台湾人变作中华民国国籍？伊讲，我们为了管理上的方便，但你说的是管理呢，对咱台湾人足刻薄的，所有的台湾人愈来愈无钱，甚至所有的台湾人从来。过去从来没有缺过粮食，大家拢知影台湾是一个米仓，是一个粮食有够济的一个所在。但是自从国民党占台湾以后，咱开始缺粮。
迄个时阵的米价啊，哇，一天啊，跳好几番呢、啊。他欠牛市头一摆，伫迄个差不多伫1947迄个时阵，啊，无价起，牛市起，因为国民党印开始印假的，印叫做假的台湾券，迄军援券的券，台湾券，甲你换，啊，印足多，啊，无价就入去。啊！那伊来台湾无钱嘛，爱要甲你买啊，甲你民间买物件，伊甲你印，是真简单嘞吼。印钱都有呢，敢那袂输美国的，即马伫算即套 QE1、QE2、QE3， 但是 QE1、QE2、QE3 即个美国的印，敢有影响到美金？无呢，美金顶到过去呢，伊印愈济，煞起愈济，啊有哩奇怪无？因为美国掌控的所有的一切，我伫上课有讲过。当美国到有一天，伊若感觉美金未动的时阵，他会把美金改变颜色。果然无错啊！差不多伫4-5个月以前，美国开始改变啊，开始将迄个美金本来是绿色的，开始改做红色。因为改做红色以后啊，有真侪黑钱啊都提袂出来，尤其是迄个毒枭还是军火买卖遐钱提袂出来，所以美国就维持到伊的迄个美军的汇率，所以美国。干那美国这说伊有法度做，但是咱有法度无？咱是来讲，咱无法的。咱干那有一条生路尔啦，就是认真来研究法律，用法律来保护咱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我要要求咱所谓同心同志，大家爱注意最近这个啊，做国际局势，尤其是日本。你敢看日本？尤其是美国、日本这两个国家的表现，咱过标过美国以后，美国确确实实伊的国防部啊，有一寡有志之士啊，开始知影讲，我们美国的政策要改变，啊，伊安那改变，将现主时期全球、全世界美国上界精良的武器，拢通运往亚洲，放伫对，放伫日本，放伫菲律宾，有一半毛伫台湾，这是安怎？我甲你讲。当然，美国袂安尼讲，但你甲看美国的一寡政策，安倍晋三去拜靖国神社以后，你袂感觉美国的发言的管道啊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有的人讲我表示失望，但这边讲哦，安倍没有做错啊。另外呢，某个甲你发表讲，迄、那个国务卿、副国务卿佮发表讲哦，美国并没有禁止安倍去祭拜靖国神社，所以你甲看哦，这是安内安内，因为。伊伫将中国遮个人啊，他甲我那串戆去啊！伊到底是要安怎？要对日本派吗？伊唔通想讲要派呢？伊若派到落尾啊，会安怎？战争。所以即马开始，美国有伫预测。啊，美国嘛希望战争。美国太侪年无战争啊啦，伊量要挡袂掉。伊仓库内底堆了一大堆的武器，卖袂出去。啊，卖袂出去要安怎？啊、想办法制造矛盾。啊，那这个战争的时阵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唔通看日本呢。我上课嘛，我讲过，即马全世界的武力武器上界先进，唔是美国呢，其实是日本。日本哦，一直点点啊做。你啊看，日本伫迄个冷战时期，将迄个美国的迄个药的迄个布啊，迄、那个原料啊，有331公斤，美国即马要甲偷。伊不爱行，日本伊做诶迄个啊，做核能发电厂迄个废料，拢送去欧洲提炼，搁送倒转来，遐拢要做啥？做原子着。啊，那算起来，外口家估计，已经日本本身啊，很短的时间内底可以制造2000颗原子弹。所以你讲中国伊敢振动吗？你免烦恼，中国上好振动。因为伊若振动，我甲各位讲，咱台湾民众的代志拢解决。但是伊若无振动，咱就安那等 ，just wait。这是美国人伫最近和我伫讲的一句话 ，just wait。just 就是 just wait 就是等待啦，就是等待，要求我们等待。我是讲要等啥物？伊讲你们的人够吗？我都讲了，他没讲啊。我讲到安尼。惊惊呢？我们的人够吗？各位，够的请举手。你也烦，你也烦。
拢好听噶。你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广告哦，我甲广告时间有代志，毋是我呢，大家拢有代志呢。你有法度去共接吗？咱这边的电招，我估计吼，差不多爱够四级五级啦。啊，那四级五级差不多，我估计啦吼，随便估计啦，大概2600啦。啊，2600，咱拄啊碰见一千个，吼碰见一千个，啊碰见一千个，啊免啦，啊报啊，一定爱报啊。所以是安那这个电招，电招呢很重要，就是要知影讲你确实有伫咧。哦、所以我要去上课，甲各位讲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你的心还在台湾民政府，你的身体还在台湾民政府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各位，那安内时阵，台湾民政府都爱你，甲当作这是你家己的厝。所以我有当去看咱这这边等下点招这的兄弟姐妹啊，你别拢敢那人客的呢？虽然我讲咱敢那人客，拢希望家己服务。我看咧餐厅。欸，大家都比较主动呢，这是领导难道呢？干不是呢？因为你已经是台湾民政府的议员呢，啊，你无该当作讲这个所在是你的厝的业主，安尼念念啊念啊，无当作这个厝的业主，你唔敢念啊？无业主什么意思？我讲，咱希望，我希望台湾人爱改变呐，欢喜就讲欢喜，无欢喜就讲无欢喜，安尼好冇？今天常讲呢，好冇？好。嘿，等下我再跟你问哦，我先跟你讲。因拢吼，大家拢吼，要引拢足紧的啦，凊彩引的呢，啊，时间拢无要负责任的，这袂使安尼啦，对不对？莫怪台湾的离婚率现在愈来愈高，当然这是跟迄无关啦吼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今日美国跟日本，他们讲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日本人。过去唔敢讲话，因为一见输见败。美国将等于啊，将日本当作殖民地。你过去你唔知虾米叫殖民地，你无感觉，咱无感觉。虾米叫殖民地？殖民地的国家就是讲，和强的国家，把它当作生产线，你生产他自己本国所需要的东西，的一个工具。所以这个。万国公法的规定，宪法的实施，对迄个殖民地是非常重要。宪法呐实施落去，就是用殖民地迄块土地所有的人和伊本国的人的地位完全平等。所以像那讲万国公法的规定，遮尔啊清楚。万国公法的规定变成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时阵，一个土地对一个土地有责任，就是讲有义务，啊嘛有权利。当宪法第实施以后，这块土地所有的责任、所有的义务，和原来都拢完全一样。所以呢，因为真侪台湾人这一点搞不清楚，一直就是讲是日本来侵略台湾、来侵占台湾。其实刚开始或许是这样，但是后尾啊，经过日本的征服、征服，在1905年到1915年，将全台湾。这块土地改建构为一个主权的一个国家，日本天皇头一次建构了台湾这块土地的三问题。但过去无人知影，阿嘛无人去研究，大家拢是自我膨胀。敢那看咱台湾民众受训的这些人，咱本来有差3600个，但是3600个，敢那美国在甲咱笑的，嗯啊，短短的时间尔尔，就跳出了7个不好处，很头痛呢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从来拢感觉讲没有关系。这些人要跳出去，让他走。你若不让他走，等到我们自己建立成为自己的一块国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再来脱离的黑西尊啊，我们会很痛苦，我们会产生内战。所以呢，这一种时候，这种表现，我个人感到非常庆幸，老天有在帮忙我们奔脱台湾人，你讲对不对？有几个观念，大家拢读个一定要足清楚的。就是讲，咱虽然讲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，但是这大日本帝国的国籍，现主是寄伫啥物人遐？寄伫日本天皇遐。只要日本天皇还在，大日本帝国仍然存在，只不过说，今日没有 active， 就是无去个活动，暂时没有活动，是因为建树的关系。
所以咱即摆伫日本甲改风格下咧，一甲即摆日本开始跌破破啦，因也开始在讲，台湾这个土地仍然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因雄雄目睭扬起来讲，顶悬的拢美国人，所以因即摆开始讲，顶悬的美国人爱落来，因日本要修宪，要修第四条，要让日本天皇真真正正做日本政府的主要的主导者，就是恢复以前的日本天皇的制度。啊，第九条就是讲用自卫队要甲变成国防军，就是因的国军呐、啊。所以，但是呢，在这方面，美国有你个倒三讲，美国在这军备方面啊，该帮忙真济。但特别讲啊，日本人非常非常厉害。我伫差不多两三年前，我就知影讲美国有伫帮忙日本。你甲看，法国有一间飞机公司啊，叫做迄个 Concorde， 迄个叫做协和号，捌听过协和号的举手。啊好，协和号是啥？超音速的客机，有无？罗贝尔无做先啦，因为噪音太大，噪音太大呢，所以全世界航空改工不可以，你不能再生产了，啊，不能生产，啊，那个公司有得的无？有，什么人敢买？日本敢买？日本买了伊的三菱重机足厉害，伊家买来了伊的眼镜啊，听讲唔知改什么物件，我唔知，改一个呀，那声音嘛都变得很比较小了，所以日本利用那个。超音的诶，这两种喷射机的引擎啊，做了着。听讲吼，我就是听讲吼，但是我相信我这个消息很正确，因为美国国防部甲我讲的。做了着一个中队，放伫乌克兰外。啊，这个乌克兰，所以这个中队伊的战斗机若飞出来，我甲你讲，迄速度会惊死人，因为比现主席所有的战斗机速度拢够较紧。即马现主席的。F22， 你知道 F22 一只会当低几只？低120只的飞机呢？它是同时雷达锁定。台湾有无？有3只。啊，这3只是拢美国人在使，但是你台湾出钱，台湾出钱拢中华民国，啊，中华民国摕咱的钱，这个拳头去征召使，咱在出钱。所以你唔知会记得无？捌一个政论节目有人在讲啊，奇怪呢。我们中华民国买的飞弹拢寄伫航空母舰顶管，啊，那要用这个申请，你袂感觉很奇怪吗？是安奈寄伫航空母舰顶管，啊，你要用，啊，那真正战争的时候要用，敢袂赴？袂赴，叫人拍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个奇怪，啊，我们也买的很好的飞机，拢寄伫哪？寄伫管道，很奇怪呢。其实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美国是军事政府占领台湾。台湾爱听伊的，台湾关系法内底，伊用的字足趣味的，用 make available， 其实 make available 等于什么 ？sell 等于卖，就是讲中华民国你要来武器，美国讲你敢开菜单出来，啊，我看有无我供应的，其实他也不是这样干，伊美国家己本身呐、啊，菜单开好，到中华民国来你要，你要什么物件？但中华民国人家要起来，伊看看，伊若不爱卖你，伊就讲哈。啊！我这伊多卖完，啊，都爱伊家己介意的，看好，家己讲，你挑选这个嘛，你挑选这个嘛，所以我家己讲，后摆咱即种以后恢复真正恢复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我们不要军购，啊，你讲我讲啊，不要军购，啊咪啊讲啊要来免啦，免烦恼啦。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我们台湾的安全就由军事占领者来负责。军事占领者上美国，所以咱开放所有基地，让美国来打，啊，美国来打，爱付我咱租金，安尼好冇？所以是安怎？我跟您讲，您那本《新台湾论》爱去读，因为这本内底啊写了很多，啊，这本国鬼较详细，就是战争史。第一册、第二册、第三册、第四册、第五册、第六册我不打算出版，第六册我要留在最后，当我们要接掌政权的最后一刻的时候，第六册就是要有真正的内阁去参考的。我讲现在很美国都在讨论、你可不可以给我们，我说当然不可以，但是总有一天我会给你，等到我们接掌政权的时候。
你唔通小看，因为过去可能有真侪人哦，看这个新台湾论哦看不起。我也当甲各位讲，新台湾论后摆免偌久，这个十年五年内底一定会变作全世界都很流通的。我免甲翻译，因家己来翻译。因为我这两天我去看俄罗斯政报的迄个做记者，伫差不多四年前来访问的时阵，我即马甲。我再看一摆，迄当阵伊甲我的对谈内底讲的话，我有发现，因嘛伫研究，他们也想要研究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战争法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战争法牵涉的东西太广了，牵涉了海牙第四公约、日内瓦和平公约、红十字会啊、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。啊！甲美国诶陆军总署诶野战手册3000几条，这物件联合起来才叫做战争法。即摆战争法对一个所在，敢若 in 甲 out， 入去甲出来，从来无讲入去以后要创啥。咱即摆是所欠诶，就是要加这个部分。所以当有一天咱这个部分完成诶时阵，后摆较强诶国家袂当欺负较弱诶国家。咱虽然今日去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但是咱的隔壁一个真歹邻居就是中国。虽然歹，但是咱若徛会稳，你免烦恼，伊绝对无法度来欺负咱，绝对嘛无法度将咱甲咱占领。即摆现准时，咱甲美国的谈判有一点，美国你讲，伊讲哦，是毋是台湾民政府会当将中国人来当作我甲你台湾人同款？伫1949年以前入来台湾呢？我们的答案是 no， 不行，你还是要按照战争法，你要先规划，要先得到我们的绿卡，我们才愿意让他来得到台湾的公民或者是国民的身份。啊，你讲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跟美国讲过，我跟讲吼，过去68年来，台湾人的地位拢真低，后讲搞的拢是因中国人。台湾人笨蛋，讲歹势，绝对无这套。台湾人其实是比中国人头脑较好，而且台湾人嘛比中国人较奋斗，啊嘛较勤勉、较勤劳。所以咱无理由，就爱生活比中国人较歹，连站在平等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相信在座各位啊，可能有真侪不一定知影，尤其啊，像60、70岁足清楚的。过去要做一个公务人员真无简单呢。考试的时阵，35姓，中国的35姓，啊加上台湾，35姓，每一姓录取一个，啊台湾才让录取一个。啊，遐中国人才偌济尔呢？啊，所以因遐中国人拢在做公务人员。所以观众讲一句话，实在非常让人气愤。伊讲啊，恁气愤啥？恁当时也袂晓去考公务人员。问题是要问观众。咱去考敢考会掉？考袂掉嘛？名也拢甲你占去啊嘛？你哪会考会掉？所以各位，那这点咱后摆对中国人同款，我们一定坚持本土台湾人，才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甲这块土地的指挥者，安尼好唔？咱台湾人一定要有志气。咱台湾人很主席用什么做志气？就是用法律做志气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你一定爱读，你唔通讲你偌都无用，阁偌无用，你无读袂使哩。因为你要做一个民政府的主要的政府官员，你无读袂使。当然啦，即马开始，咱为这个时阵，咱这个军秀啊，3月2号要大集合，差不多这50个军要派定职务。这个职务派定以后，每一个军。因这个军的军秀的办公室要去设立，所以了后，咱就全台湾诶全部布点，布点以后全面发展。所以我有感觉一个真趣味，这两天啊，有这个州长甲我讲，讲吼有调查局敲电话问咱的东西嘛，奇怪呢，啊你台湾民主是安那运作的？我有啥物问题？用恁那遐厉害。我不是厉害，因为我们不管外面的诋毁，我们也不管外面的批评，我们只有按照法理向前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吼，迄个东西嘛，你甲回答，你若要知影，真简单，来受训，参加民政的受训啊，对不对啊？对。
安尼尔嘛，敢毋是？其实因有真侪人有入来咧受训，受训了等于拢嘴拢掂去，拢偏阿懵咧。我们是完全按照法理。咱讲你毋通看咱即个每一摆开始唱三条歌，唱三条歌的意思拢知影对毋对？足简单嘞，唱日本的国歌，唱即个也做美国国歌。因为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唱日本的国歌，因为咱这个土地现主是主权是属日本天皇。唱这个《出埃及记》是表示咱台湾人的心声，我们是希望台湾人能够自主。刚才是对民讲的，当家做主，要出头天。伊学了真紧呢，我讲习近平啊，你们要注意不？伊学了真紧呢，伊嘛怎样讲当家做主，伊嘛怎样讲出头天。嗯，伊讲伊，我了解到台湾人出头天，有咱嘛了解你这中国人想要并吞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问题是有一挂人伫配合因，所以这个人我伫这个所在爱正式声明，你若要出卖台湾，民进党执政一定给予最严厉处分。这你拢免讲，这我来讲就好。好，我来讲的就有够难了，不是跟他枪毙你啦。我跟你讲，像这种的哈，像这种的代志，我甲各位讲，恁若唔敢讲，恁讲我讲的，但你也会记得，不是我讲的，你莫讲我讲的哦。咱台湾人足爱来这套的，我讲的，我拢全部负责任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咱所有人，为即马开始，尤其恁即马军训参加，因为这几年真好运嘛。等下四点开始考军手，你讲你秘书干哪？蒙拿兼西裤，反正都要来啊，都参加呢，都来考，还佫一顿饭好食，袂歹呢，希望你考会掉。所以呢，伫这个所在，我要甲各位讲哦，我所讲的就是讲，所有的人为即马开始，我莫讲几啊摆，逐天拢爱去咱的。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看一摆，上无看一摆，安尼好唔？好会举手，那无会安怎？即摆希望咯，真正八肚疼，我无甲你骗哦。你有看无看，我拢会知。我讲，你若讲今日无看面啦，明仔载你爱看两摆，安尼好唔？无就迄天佮隔两天就看三摆。我甲你讲，后摆咱台湾民政府的消息，拢总用网络甲你通知。拢总伫官方的网络显示，咱即卖官方的网络一天30万以上的人去咧看，30万呢，你家己无咧看，我感觉很可笑呢。你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啊，你说我从来没有上台湾民政府的网站去看，台湾民政府咱已经甲413篇啊啦，速度愈来愈紧，甲500篇的时阵就会暂停，因为。501到600的东西我要先保留啊，不然哇，我现在下家很辛苦呢，现在大家都给他当了，就变成他了，说这叫做公共财。我是听不懂很厉害，说公共财，这个不叫公共财，当然这也不叫我的智慧财产，这款的东西是属什么？是咱台湾的主要保护台湾的财宝，这样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天也很欢喜大家来受训，回来点招，大家互相看到，真欢喜。你若看到这江苏，大家呢有时间，我讲有时间是希望你定定啦，上无一礼拜一摆啦，去你的州的办公室，还是郡的办公室去行大一下，因为越靠近执政，越多的消息爱甲你通知。各位，大家来斗三工，大家来拍拼，好唔？好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来，即马呢，我要甲各位讲吼，你会当准备要登去出来。今日呢，郡守考试，我们采用 open book test， 你会当查你的新台湾论，但是注意哦，你不要被 open book 所迷惑，你都要先写，到落尾再去变，若无哦，对你也是害你，无对你无好处哦。来，恁即马吼，来，咱即马起来，你要伊啊，甲放喺内底，爱当先离开。即马离开的时阵吼，要参加军秀考试的，爱去楼卡，甲咱的中央办公室报名。你啊才起来，无后摆你就无成绩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